记忆，不能轻而易举。如果距离是有效的疗伤药剂，我已经好久没联系你，几乎要忘记你，忽然又想起你，所有坚强的努力一下子都前功尽弃。在几乎忘记你的时候，忽然又想起你，难道爱错一个人注定要承受一生思念的心？几乎要忘记你，忽然又想起你，所有坚强的努力一下子都前功尽弃。在几乎忘记你的时候，忽然又想起你，难道爱错一个人注定要承受一生思念的心？受一生思念的心。